这布偶杜甫隆起扎满银针，是在皇后有孕时，使得巫蛊之术。老夫人这脾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您别生气，犯不着。这嘴上没个把门的，心里也没个成算，要把皇后给拉下来，万一传出去，皇后正好要了我的命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不也是为了您跟您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你胆量。 我额娘真是为了本宫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他是乔啊，能给他带来富贵罢了。本宫有这样的家人，便是想有个依靠也难啊。主，您就安心养着吧，您的依靠在您肚子里呢，与您血脉相连。对了，主，先前晋忠公公说。 于妃一直不肯招，扎琪受了刑，快熬不住了。这扎琪是为了银子，又恨于妃，所以才替咱们做事的呀。他若是反口，反正已经有供词了，告诉晋中，让他看着办。保佑我女儿燕婉平安产下贵子，成为皇后。保佑我女儿平安产下贵子，成为皇后。平安产下贵子。 成为皇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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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是个聪明人，若真查出来是巫蛊，你伺候着他，你也跑不掉。李公公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起来吧，你懂得来找我，我就会救你。我不光会救你，明年找个机会，我尽快送你离宫。 多谢公公，来，你告诉我，那个布偶是什么样子的？皇上，慎刑司传来消息，扎琪受不过刑，死了。庶奴才多嘴，扎琪死了。 可口供一直未改，于妃娘娘也未招认。这事儿，这人证物证，都对于妃不利。即便是皇后信任于妃，朕也不能毫不理会。此事是一件，奴才还另外知道一事，不敢不来禀报皇上。何事啊？前朝疑惑，今日再现。皇上，宫里宫外都闹上巫蛊了。 珠儿累了吧？是啊，这肚子大了，便是走不动了。珠儿，您回来了。哎，额娘呢？啊，玉壶姑姑说呀，皇后娘娘请生育过的嫔妃和老夫人们过去喝喝茶，顺便说一下生产的事儿。哦，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哎呀，自本宫有孕以来，这嘴就闲不住。 坐在这轿子上看着紫禁城啊，跟着走在地上看，真是不一样。奴婢没坐过软轿，听不懂夫人的感受。坐在别人肩上看着红墙绿瓦的，特别清楚；走在那地上只能看那石头缝儿。啊，紫禁城风景别样，您呀就抓紧时间多看看吧。这坐轿的恩典呀，寻常命妇是得不到的。那是。 谁让我们家令妃得皇上宠爱呢？您有福气，生了个好女儿。嗯。啊，妹子，来扶我一把。坐了一路的轿子，这陡然一站呐，腰酸腿乏的。魏夫人，玉壶姑姑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人，
就你不伺候人的，哎呦，妹子，我这不妨事，不妨事，令妃孝顺夫人，是让您享福了。哎，夫人您太尊重，这就是宜坤宫了。哦，那是，我那闺女啊，特别孝顺我，她什么都听我的。哎，皇后娘娘在这里边等着我呢。哎呦，真漂亮。 原以为令妃娘娘那儿就跟龙宫一般了，没想到皇后娘娘这儿啊，才是瑶池仙境呢，怪不得人人都想做皇后呢。夫人，慎言，皇后娘娘等着呢，您快跟我进来吧。哎哎，来，快来。哎呦，这阵仗，真气派，比令妃娘娘那儿气派多了。哎呦。 快跟我来！皇上、皇后万安！哎呦，各位主人们安！贵婿哟！哎，万福，万福，万福！夫人快快行礼，这是宫中并非民间，万万错不得礼数。哦，礼数，礼数。妾身未阳氏，拜见皇上、皇后，皇上万安。 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夫人见面便这般亲热，真是难得。这二位是？这是颖妃娘娘，这位是纯贵妃娘娘。妾身未阳氏，见过二位娘娘。听闻魏夫人也在京城置办了宅子。 和科里叶特氏同住在城东，想必也是经常有来往吧。妾身与于妃娘娘家中并无来往。你们带我来这干嘛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走啊！快点！老头。 吴太在，带这位爷四处转转。哥，这位爷可是皇上的妃子，你们要对我干嘛？哎，别怕别怕，这慎行司的七十二道刑具啊，那是样样精美。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李公公带人在宫外干得漂亮，咱们也不能空手而回。对了，宫外抓回的那个左路在哪？李大人带着官吏慎行司了，正在审问呢。正。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奉皇上旨意，搜查永寿宫偏殿。放肆！偏殿是本宫额娘的住所，岂能随意搜查？皇上不查令妃娘娘所居殿阁，亦是格外有理。皇上的圣旨呢？若令妃娘娘要是不信，大可亲自去翊坤宫问皇上。皇上在翊坤宫？搜宫是皇后娘娘的意思？无论是谁的意思，令妃娘娘。 您护好自己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走，好，搜就搜，本宫看你们能搜出什么来。走，都给我搜仔细了。这个东西，夫人可曾见过？这是什么娃娃，做的这般丑？ 妾身没见过。这般难看的娃娃，有人却觉得送给本宫是最合适不过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布偶上的生辰八字，戊戌年二月初十日酉时三刻，夫人可知道是什么日子？这种东西，妾身都没有见过。 怎么可能知道是什么日子呢？你不知道，朕就告诉你是什么日子，是皇后的生辰八字。这布偶肚腹隆起，扎满银针，是在皇后有孕时，使得巫蛊之术。此巫术一可害人，二可伤子。
三求断祖绝孙之孝。害人伤子已是罪大恶极，断子绝孙也是要断皇上的子孙，其心之毒，闻所未闻啊！这皇后娘娘的生辰八字，妾身怎么能知道呢？妾身不知，妾身真的不知。这布偶一共有四个，分别被埋在魏府的东南西北四个角。这些布偶呢，就是皇上派人在你的府中搜到的。魏府？没有没有，这种东西都是贴身藏的，怎么可能埋在府？